哇，这个传球被飞克给识破了，前面要直接双手暴扣。Great game, I'll say. A little bit like coach said, I think we had great intensity from the start, which made us win this game. Now there's no adjustments like that. I got a lot of confidence from the team, and especially from coach, and especially from Kiki. So I'll just keep shooting. If they go under or if they leave me open, I'll just keep shooting. 然后转移到另外一边 ，Faker 开始 shoot。第二节终于是开张了啦。我觉得经过我们球队的配置，我们有米勒、巴西、Faker、亚轩，都是一些很出色的球员。那其实任何一个控球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那有点像是大家在陪我累积这个经验，那要怎么回应这个期待，我觉得是我接下来的课题。其实我的侵略性从前面热身赛跟梦想联动到这两场比赛，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维持。我自己可能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段时间特别有侵略性，然后就神隐。那就是我接下来要克服这个问题，我觉得对球队的贡献会比较大。真的是太大了，这温宁的视野没话说。今天这场球赛感觉好像是一个冠军赛，大家打得蛮惨烈的，身体的冲撞很多，所以在上半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两队的分数都命中率都非常足，包括我们自己的罚球，跟甚至篮下常常那种碰撞之后是篮下不进的状况。但是中场跟他们球员沟通就说，虽然我们上半场命中率这么低，但是我们还是领先我们，所以下半场。把速度打开以后，应该就可以把分数拉起来。很幸运的下半场命中率回来，然后速度也打出来。那比较可惜的是在最后大概五分钟左右，今天分数是领先到16分、18分左右。如果那个时候只领先10分的话，我想对方一个根本不算全场包夹的包夹，反而造成自己很多的无谓的失误，那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球员需要去学习的。虽然2连胜。蛮开心的，但是中间也暴露蛮多的缺点，那我们还要继续谦虚的回去改进这些缺点。